我们看到玛利亚有知道玛利亚有这号人物的时候呢，是因为天使加百列向他宣告宣布说，你将成为耶稣的母亲。玛利亚尊主为大，因为他在他心中有主，就是主在他心中是有地位的。今天你的心里面满满的是什么呢？你的心里面还有空间给耶稣吗？今天玛利亚说，我尊主为大，意思说了，用今天的白话说呢，我的心房里面呢，有地方有空间让耶稣进来。我们很多人都在忙，可能明天开始我就开始很忙了，因为每一天的接下来17号19号21号都忙着庆祝圣诞报佳音，我们都忙着，我们可能有宴会，圣诞宴会啊，圣诞 party 啊，很多一系列到25号疯狂的过我们的那个庆祝生活。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说，玛利亚说，我的心尊主伟大，我的心尊主伟大，一说我的心广大的地方有主宰。他信耶稣为主而不尊他为主是两件事情的。我信耶稣是主，但是我一点都，但是我的生活态度一点都没有尊他为主，这是两件事情来的。一个信他为主却不尊他为主，不算是真心诚意的相信。